我跟你们讲，玩游戏你不在招募里找美女，你都多余玩你咋？我靠，太羡慕这个羊了，兄弟们！我靠，俩美女，矜持一点，矜持一点，矜持一点。王子皮肤体验官啊！哇哦，你会玩闪电小子吗？你别说闪电小子了，姐妹，你就是让我上你家给你包顿饺子都没问题。这么牛啊？那你等会儿玩次元即刻。行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给你们当奶妈都行，那还说啥了？为你们，我愿意。哇，他真的好听吗？打不了。为什么？你这么没法打，我们不是安安啊，不是，这也行，这也能当被踢的理由。哎呀，笑死了！四号兄弟，像我不一样，我只喜欢兔兔。对啊，我们就喜欢舔狗，出去吧。